们那个表姐厉害，她毕业院长，她很有名，她院长是她的学生，阿林院长是她的学生，见吗？龙总的院长，我以前看到是阳明医院的，主任医师，后来他当院长，退休。要看什么？看什么？神经外科啦，神经外科。啊，叫他给我们那个院长，有意思啊。第一个医生说你要去做复健，你做什么事？有吗？是小老鼠的，骨头多高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啊？什么？鲍鱼。这个是谢谢你有没有吃吗？天米，天米有没有吃？哇，这个鲍鱼，对吧？天米有吃。我喜欢看这个，我喜欢吃凉粉。老大，你怎么戴墨镜啊？这肉还不错。墨镜啊！好。你要去要上班了，是吧？上班。礼拜天呢？白班呢？白班。礼拜天上班。哎，哎呦，这个天就，哎，你头发是染颜色吗？怎么都没有白发？没有白发，没有没有，看不到，看不出来。反光啊！啊，反光哦，没有办法，我只有白发。反光，原来是反光。这里呀、啊？这边都没有。这里收讯不好。一口好，一口收讯是不是？基础建设人比较少。没有，就是会换换到。收讯要收的讯号啊，可以可以。对，他的那个。赖达赖达来，一根就好了。台北大嗓子，台北就用单。哎，台北大嗓子，背球，不要太夸张。谁没有吃的？还有啊，然后就在这边。好，我们要那个的。那个不是，我觉得我们先走了。好，我们赶花桃园哦，桃园。这个看起来就好吃。三个回来了，可以。两千四哦。好，我们跟大家。两千四哦。它有没有比你的红叶好吃？不一定哦，红叶是很好吃哦，红叶是。来，你敢说。妹过来啦。脸近一点，下巴再红一倍的过来啦。啊，等一下，红一倍的。向如，向如。红一倍的。哎 ，Tony 没上来啊。你看到吗？他主要一把你滚了。太夸张了，有点夯了。好。选贤的，选贤最好。选贤的，对的。选贤七十七。你的手。红宇，你的相机是哪一个？我们这里。红宇，那没有人来吗？没有。先往左边。对。哪一个男朋友？他男朋友没来吧？哪一个啊？哪一个？用我的手。那我刚刚看到有人在他哎。谢谢。来，弄一下。这是我女朋友的，慧芬的。啥了？是八到什么？八到十一。他去。两个讲出来，你 OK， 你有开冷气是不是？好，就干下去。哦，一刀而已，半烧哎，一半而已，切一半，对对对，就这样一下，就这样切这样，蛋糕的一半，一刀，对对对，我来拍了。好，好的，好，下一个是谁？你们来分呢？